二人立约，创世纪31:43-55。拉班回答雅各说：这女儿是我的女儿，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，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。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，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，我今日能向他们做什么呢？来吧，你我二人可以立约，作你我中间的证据。阿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，又对众弟兄说：你们堆聚石头。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，大家便在旁边吃喝。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杜他，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。拉班说：今日这石堆作你我中间的证据，因此这地方名叫加雷德，又叫比斯巴，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。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作见证。拉班又说：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，这石堆作证据，这柱子也作证据，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众弟兄来吃饭。他们吃了饭，便在山上住宿。拉班清早起来，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，给他们祝福，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经文读毕。